喺度翻工嘅，中央图书馆睇下书，揾下资料嘅。今日出嚟饮下午茶，约咗朋友嘅。差唔多呢个时间就出嚟运动一下，投一波啦，一个星期打一次咯。喺嗰边坐咯，倾下偈。哦，今天来打科兴的第二针，翻半日咯，上咗英文、数学、英文、中文、数学、普通话。真系安全咗，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，安全咗。起码而家我够胆出嚟叹下午茶，令我哋嗰啲普通嘅香港市民咧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，马照跑，舞照跳。而家要安心啲，除非落雨，我一般都系出嚟咁样行啦，我都自己都放松啲，会更加稳定啲啦。咁社会亦都和谐啲啦。喺未来嘅时间，我相信香港都会系逐渐恢复翻个民生嘅，我相信会越嚟越好嘅。而一切都系好转咯，我哋嘅生活咧亦都慢慢回复翻正常。我希望在全級可以考到60名以內，希望疫情早啲過去，希望疫情快啲結束，可以同阿爸阿媽去玩。希望疫情早點過去，大家可以摘下口罩，然後繼續恢復之前的熱鬧與繁榮。期望佢早啲平息咯，能夠通關啊，到處行啊咁咯。啊，亦都希望喺通關之後，內地嘅朋友啦，可以多啲嚟香港。亦都會見得到係一個喺未來時間更加和諧、更加穩定同埋有正能量嘅香港啦。